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熊猫，欢迎来到我的护肤频道。在上期眼霜怎么用才能达到双倍效果的这个视频呢，我看到非常好的反馈。但是对于已经产生的小细纹啊、鱼眼纹，还有眼睛下垂、眼部无神这些眼部衰老的问题，今天的这个视频呢，就是你需要的加强版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第一步呢，就是拿我们这两只手指稍微的固定住眼头的部分，捏的时候不要这样子捏得特别的用力，是没有必要的，只是稍微把它固定住。现在我们用另外一只手啊，往外稍微延伸一下，把眼尾纹稍微往上推一点点。然后我们现在保持这个状态，眨眼十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反过来也是一样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第二步呢，我们开始用双手抵住眉毛，然后呢，稍微的往上提。那这往上提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让眼尾的这个鱼尾纹啊，可以稍微的延展开一点点。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说往上提那么多，这样的话呢，这边就会有皱纹嘛。所以说，我们是轻轻的，大概就往上提一下下，确认一下你的细纹已经延展开了之后，接下来跟刚才一样，是眨眼十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然后接着呢，就保持现在的状态，闭眼10秒钟。好了，这就是每一天呢，在我之前的这个眼部怎么样用眼霜的视频之后，可以追加的一个小小的护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呢，就到这边，谢谢你的观看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呢，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关注喽。那就这样子啦，拜拜。